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本期呢，继续给大家带来 3DS 平台的新超级马里奥兄弟。今天是第五世界啊，实际上这个第五世界呢，我已经录制完了，但是呢，手欠不小心把视频删掉，所以说今天只能来再重新给大家补上。这个视频昨天就应该更新完成的，只能把这些关卡重新再打一遍。这上面应该上去看看，看这个大金币我已经是拿完的状态。这个大金币呢需要站在这儿，然后它就掉下去了，掉下去在哪儿，这个还是挺有风险的。既然有尾巴呢，咱们就可以赶路，这里可以摊一下200。第一关非常的快，像这种天空地形的，如果你有尾巴就非常的好受了。抽它，好，咱坐上。哇，这个货想打我啊！哎，看来还能飞一会儿啊，到这儿，到这儿再抢一个。啊，那个也吃完了。这里还能进一个桶，51、52。我的天，好，走，各种奖命啊。又抢了个云，到这里也要小心一点。我再等，这在这等一会儿，在这等一会儿吧。然后咱们再抢这个。哎，碰到我了，估计这里要过关了吧？啊，又一个桶。他们仨都在往下扔着扔金币啊。我的天，所以说马里奥也是个刚烈的汉子。把其他方式可以5-3。可惜把尾巴的形态丢掉了，这里能捡到一个花。花的话，我感觉就没有尾巴理想。哎，我为什么要撞它？捡了几条命啊，这是。跳到这儿，哇，这个坑有点高吧？啊，有的时候感觉刹车有点刹不住。哦，那个地方要用迷你蘑菇才能打到那里面去。行。又讲了两条命，拔齐了，拔齐了，应该是拔齐了。
还算顺利。下边，哦，那有个卷面屋，回头再买吧。先打这个小城堡，打完小城堡再买那个卷面屋。对呀，我也觉着这个岩浆该往上走啊。行，啊，咱们跑得有点快啊，发现这里还是挺危险的。啊，转转转转，上次录这的时候呢，不小心被火苗喷到了，去右边吃那个大金币的时候被火苗喷到，导致这个火花的形态消失了。这次来呢多注意吧。先把这个捡了，看看给它什么形态。树叶，来吧，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形态，虽然没有远程的攻击能力，在跳跃方面有比较好的管制。这里看起来是从那儿出来啊。这种强制卷轴的呢，你只能这样过。哇，跳得太高了。哦，快走啊快走啊，还有空变形呢。这个大金币当时我也吃到，跳过去就可以吃啊。好，就组合成这样，应该是到了，看样子是到了。形态打呢稳妥一点，相当于两条命啊。超凶，超凶啊。行，他们的攻击呢除了吐火球之外，那就是跺脚，每跺一次脚，你脚下的这个木头啊就会少两块。五关四，五关四看起来就比较简单了，因为你有尾巴呀，在这种需要跳跃的地方就非常占优势。各种奖命就是。又来一个，把这个也拿走。这里看起来能进是吗？这是个出口，前面应该是有隐藏，但是咱们错过。还有一个，关这个金币头盔就不断了。三个金币头盔直到关点。哦，这个金币头盔应该是通到上边的那个隐藏的关卡。哇，啊，这关呢可以高来高去，因为下边非常危险，咱们就从上面走。啊，前提是你需要有个尾巴，
哇，看这个啊，看这个有多过分啊，直接飞过关，相当大的炮弹。哎哎，这关没打是吧？五关六，咱们一会儿应该去把那个奖名屋买了。这花，我还以为会搞出奖命呢。哇，行了，这个东西还是哦。哎，他怎么出来了？这个东西还是不如自己套到头上啊。这是能进的吗？不是，这是个出口看来。慢点啊，看清脚下的路再说。我天，差点掉下去。哎，什么鬼？怎么总摸到头上的墙啊？又有一个形态，皮也剪了吧。嚯，还二连发，二连发。哇，这个花不小啊！哎，这个火球的位置很难受啊。赶紧下来，赶紧下来！上面踩那个东西不好玩啊！赶紧过关吧。那个地方是用什么东西把那个拆了呢？这关是不是有黄金花啊？或者呢，有超大蘑菇？啊，去买这个。有没有出来？飞我一下，好看一下能奖几条命啊？现在已经142，所以说获胜欲就不是很强啊。哎，啊，漏了一个。哇，这是多少？这是九个吗？九条命，咱们有一个黄金花。哎呀，黄金花可以留着打 boss 了。啊，这个东西就是你用手敲一下，它会上下的进行切换。利用这一点呢，可以吃到一些大金币。往后点吧，有点操作的缓冲。那个大金币也是吃过了，下去就能吃到。怎么断了一下啊？从上面走，没有尾巴了，有尾巴了，上不去了，要从下面走。对呀，我有黄金花呢，是吧？我应该把黄金花拿过来。这里要更难，前面有个大金币呢，需要这个东西啊伸到火里。最后才能吃到，然后吃到之后再跳上来，非常的难啊！到了，把黄金花拿出来啊！OK， 是存起来的道具。道具栏现在被削弱了，它只能拿一个东西，它不像。命板还有超马三道具拉里可以放好多东西。
要通过炮啊把它打下来。通过这个东西打的分多啊，完事打一下50金币啊。啊，那这样第50届就完事儿。后面的第60届呢，就是库巴所在的世界了。打过第60届就算通关。但是呢，本作是有两个隐藏世界的。那么下一期呢，主要给大家带来那两个隐藏世界。好，那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